向往的生活第四季将开录，网曝《向往的生活》第四季要来啦，将在第二季度开录。何炅、彭昱畅、张子枫、黄磊回归，还有周迅、沈腾等飞行嘉宾，让人直呼期待。这档节目平淡，但是十分治愈。子枫妹妹干净温暖的笑容，彭昱畅实力宠爱，两人在一起就是非常温暖舒服。还有在疫情期间频繁动手做出各种美食的何老师，不知道在第四季《向往的生活》中，黄大厨是不是可以暂时解放双手呢？ 哎，我的妈！你先喝吧。来，我来给你也做个按摩，好不好？来，来，倒，哎呀，你看你这就跟你爸不一样啊。 哈哈，不过这些都还暂未官宣，芒果的新闻超级期待哟！报道。